丹何时结婚以及何时怀孕一直是一个谜，而她与周一围的恋情也一直处于低调状态。朱丹9月28日晒出婴儿小脚照，正式宣布升级当妈，欢迎你我们的宝贝。随后工作人员评论中透露宝宝是女孩，网友们看到消息后纷纷围观评论道，我的大宝贝有了小宝贝，幸福感恩，祝福我们朱小姐当妈妈啦，愿小宝贝健康快乐成长。